要说什么？海边，谢谢你送我礼物，我在叫他们送，我在叫他们福利挺身。是哦，那你会福利挺身吗？会呀。1, 2, 3, 4, 5 我本来想说我帮他拍个照给你看，他在教他们福利挺身，结果他自己在那边说，阿姨你说什么？阿姨谢谢你送我这个礼物，在教他们福利挺身。是哦，那大家都要乖乖的做哦。啊，后面那些也要做吗？要啊。是哦，那辛苦你了啊。喜欢吗？喜欢。你要跟阿姨说什么？阿姨谢谢。乖。